结晶二氧化硅及石英存在于大多数岩石、沙子和粘土中。许多建材都含有结晶二氧化硅，比如混凝土、砂浆、砖块、石块、铺路材料、瓷砖、天然和人造石台面，以及以水泥为底料的材料，如纤维水泥板和浆砌混凝土。大功率加工过程，比如切、锯、磨、钻、抛等，都会产生粉尘，而吸入粉尘会损害健康，因为粉尘可比沙粒小100倍，你在吸入时甚至不会察觉。接触二氧化硅粉尘会导致肺癌、吸肺及肺部不可逆转的结疤和硬化、肾病，并会增加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，比如肺气肿。据估计，每100名接触二氧化硅粉尘的工人中就会有1人患病，其原因是过去工人曾暴露在安全措施不到位的环境中。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，可以100%避免接触二氧化硅粉尘。防止接触的一些简单措施包括：采用良好的通风系统，使用带集尘装置的电动工具，确保不进行不加控制的干切操作，佩戴符合澳大利亚标准的防尘口罩，用水或用 M 级或 H 级真空吸尘器除尘。您还应始终遵从产品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建议，包括标签以及安全数据表中的信息。对于工作场所已采取的安全措施，要照章行事并定期检查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雇主应安排一名具备资质的人员，比如职业环境卫生师，监测空气质量，以确保控制措施有效发挥作用。雇主还应安排工人接受健康检测，以便尽早发现疾病。早期排查可以让工人尽早得到治疗和保护。